在多重风险面前，大国有大国的责任，各方有各方的义务，责任共担不是平均分摊。面对世界性挑战，大国应做出表率，以维护全人类安全为己任，摒弃零和博弈，不搞一大欺小，恃强凌弱。大国之间良性互动，当好世界和平的稳定员。